你干嘛呢？你这么喜欢对拼，俺俩就打一下子。行，你喜欢硬拼，那我们俩就打一下子。 这铁男青铜不是青铜，你都不信？我就是为了让你看一看铁男是不是青铜，啊！我就是为了让你看一看这铁男是不是青铜。 所以我才死了这一波，别跟我犟了啊！什么意思？他想吃炮车，他想反杀我。你没有孤立无援的螳螂，我满城征服者，他上哪打得过去？ 三枪黑街，不走黑街，那铁人打不动。那螳螂指不定是不是还得来呀？ 咋不拼了呢？我看你挺喜欢拼的，我们继续呀，不要让战斗停下来，上线就干呐！我这双 buff 有个屁用啊！补车呀！真是猥琐的，啊，真是猥琐的。那你就用 Q 补吧，来吧。 不要让战斗停下来，打！喂，你给我打！你听没听见？你没听见是不是？是我没听见？小王八犊子，还他妈敢跟我拼！ 你就一个别人别吃啊！你就一个别人别吃，马上他就死。因为我马上升了，呀，他也升了，他升的挺快呀。啊 本来你旁边有小兵，但你的一波操作让你旁边的小兵全没了，确实是可以。
been slain. He 刚才觉得我没剩六，要跟我打一波，想找一波我的机会，那能让你找着吗？没升六能跟你打吗？我不想一想。但是这么大一波兵，好像让他吃到了挺烦的。这人还不出反甲，不出反甲挺好。他出反甲的话，我们会比较难办。我直接把这俩卖了，出个三项。你说这美猴王皮肤最起码还给我换点音效，那战争学院连个屁都没换。美猴王 T2，八分钟三项。他有闪没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。有闪吗？闪得好。据我的推断啊，他应该传送还没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啥装备呀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拜拜。还追呀？还追呢？追吧，回家了。追啊，追，使劲追啊。水银来。他出小布甲了，刚才十滴血，近战小兵打我两下我死，但是小兵的移速没我快。我可以宣布我们已经无敌了。队友开始笑了，笑就笑呗，我都无敌了，他笑就笑呗，他笑不笑跟我们无不无敌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而且俺们家那波比也比较的厉害。
提亚马特还是得出，不出提亚马特带线太慢了，蓝也不够用的。其实要不然这个样子我觉得行，提亚马特我们不出了，我们来个女神之泪，后期给他换了还便宜，蓝够用，要不你挂机吧，真的，你直接挂机得了，反正俺们家这把赢也用不上你。真的，这把赢不赢跟银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根本就用不着他。我们家这波比，只要有波比跟莫甘娜在，我就三个人这把三打五都没问题，因为这是 ADC 起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嗯 ，ADC 死了。蓝没了，你看有提亚马特没蓝，这样我们下把来个女神之泪试试啊。我有闪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刚也可以投硬跟那泰坦打一打，不过我想了想还是算了，确实应该出个魔切啊。我直接这把来一个吧，这玩意儿多少钱，这玩意儿400块钱的，才400块钱，跟一个药钱差不多，我出个水晶瓶还350呢，来一个。盾弓西兰刀行不行？不行，不行嘛，不行。那剑尖儿可以出。你是想先西兰刀啊，还是想先盾弓啊？里边会有个铁男呢，西兰刀是100%基础攻击力加40%额外物理伤害，这个是200%基础物理伤害，这个是200%，这个是40%加100%，140%。
来了。给个蓝 buff 行不行？这铁男别走了，390、380，算了，走吧，打个峡谷先锋，十点移动速度追不上。回家输黑切。这也就他们家 ADC 崩了，要不然这把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打。这银马蠢，这银马照的螳螂差太多了。人家上路送我 buff 还比他高一级，还能战绩比他好看，正常打野线上死一把就挺伤。按错了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没杀过你？我发现还有个小法师，我是一回没杀过你，你是有点不知道北了。我发现北搁哪？你跟我说一下呢。还有个螳螂，你跟我说北搁哪？你跟我说北在哪里啊？你还敢往我脸上跳？我猜。我就和个精神病一样。那没办法呀，那主播不就这样式的吗？那主播不给你活跃气氛，像个精神病一样，不给你带气氛，你看直播那不睡着了吗？那你看的也没意思，我们只能像精神病一样，没办法。即使我们的精神没有病，我们也只能像精神病一样。